性教育，中国有性教育吗？我们的教育好像什么都有，就是没有性教育。小时候，我问我的妈妈，我是从哪里来的？她说我是哥哥在河里捡到的。初中的时候，对于男女的了解，就是生物课本上两张生殖器官的解剖图，而且老师也没有过多的讲解。在厕所里，我看到带血的卫生巾，我以为这个人得了重病。所以你会看到，不管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，性教育在中国是非常缺失的。近几年，有一些新闻报道关于女童被侵害，然后未成年人怀孕、流产、艾滋病等消息，引起了社会广泛的讨论。有一些组织开始走进校园，宣传反性侵的知识，这很好，但是我觉得不够，因为性教育它包含非常多的方面，需要我们更系统的了解，而不只是学会如何保护自己。我很好奇，在你们国家有没有性教育？孩子是在几岁的时候开始进行性教育的呢？